不要再讲招财猫，因为我们上次也跟你们讲玩法，所以我们今天先讲那个后面的好了。你今天讲花财树好不好？好吧。陈多多手游啊，陈多多手游，来开始。他怎么都没有写他是钱多多啊？我干嘛压一万啊？这么压一万是怎样？托尼哇！啊，你讲你的最大要素。哇，托尼哇，他瞬间喷几万。哎呀，怎么看那个聊天啊？有了有了啊啊！我刚才一万，我刚才一万分就这样分，没看清楚这种下场，一万分直接扑你。这个就算了，就要盖小了。我是希望这些手游它可以讲个名称啊。